疾风知劲草，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名言，对后世影响深远。光武中兴肇于绿林，也是绿林山风景区的精神内涵之一。绿林好汉，武林争锋。2023年9月6日，绿林山风景区 and 武林峰中国自由搏击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在绿林好汉大酒店成功举办。这是武林峰首次走进金山，也是 CKL 首次走出海南，与绿林山英雄大会激情碰撞，强强联手，全力以赴，优势互补，引入世界范围自由搏击最大规模赛事，为拉动旅游经济、发展体育健康和文化娱乐等做出贡献。本次活动群贤毕至，金山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何洪涛，广信科教集团总裁、武昌理工学院校长赵作斌，亚洲武术联合会主席霍振环，特别代表牛小旭，武林峰海南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林峰总导演于雷，金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丁晨晨，金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毛小梅，温泉新区党委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陈爱龙，金山市绿林镇人民政府镇长张爱民，广信科教集团常务副总裁张唐军，绿林山风景区董事长吕浩田，武汉金山商会秘书长卢开博等莅临现场见证盛况。金山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何洪涛，绿林山风景区董事长吕浩田，武林峰海南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林峰总导演于雷当天上午高手云集，包括武林峰四大天王之小虎铁英华、金刚韩文豹、武林峰史上第七位世界功夫之王响雷神剑刘响明、武林峰国家级65千克金腰带小哪吒精英、武林峰63千克超级王者野狼交付开、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75千克冠军，以及网红明星荡山少侠李连邦、现代版东方不败杜英豪、格鲁吉亚外籍明星埃尔文埃尔纳，还有当地商业界、武术界代表。媒体竞相报道，集结了湖北日报、长江日报、长江商报、大象新闻、顶端新闻、用武之地、格斗迷、格斗世界等50余家媒体代表，线上宣发超过100余家媒体单位。武林峰开播于2004年1月3日，从中原大地孕育成长发展，坚持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辐射全国，征战世界。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 China Kickboxing Premier League 英文简称 CKL 2022年12月16日 CKL 在海南省五指山市打响揭幕战，意义深远，影响广泛。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金山站主办，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河南广播电视台、五指山市人民政府承办，广信科教集团本次出资方金山大红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绿林山峰景区、武林峰海南传媒有限公司、五指山热带雨林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协办，金山市文化和旅游局、金山市温泉新区管委会、亚洲武术联合会、河南武林峰企业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武术搭台旅游畅喜。今年9月29日是中秋节，中秋国庆连休8天，恰逢旅游黄金时期，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三轮将于2023年10月4日至5日在金山国际网球赛事中心震撼打响，由来自17个省市自治区的32家中国优秀俱乐部青年精英参加角逐，还有噱头十足的中外对抗势必会掀起观赛热潮，提升赛事品牌影响力和绿林山风景区的知名度。绿林山风景区是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面积超过120平方公里，风骏、西秀、古幽、洞奇、灵真、有美人谷、绿林寨、鸳鸯溪漂流、空山洞、天河通天峡等，令游客流连忘返，沉醉其中，是集观光、仿古、休闲、度假、康养于一体的生态旅游胜地。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金山站绿林山英雄大会官方票务合作平台为大麦网、猫眼、抖音、百度糯米、美团、大众点评、大和票务网、票牛、摩天轮等。